尽快让婉婷退出吧，这样对你对她都好。主要是不能让她搅局。你要是让婉婷知道了你这么对她，她会很伤心的。长痛不如短痛，一切都得服务于咱们的复仇计划。我先走了。 你不行啊！这地盘我熟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你还要照顾水电呀。再说了，人曹化怎么想啊？这你不用操心，水电他能照顾，我其实帮你等于帮他。你想想看，你这事儿顺利处理完了，回美国了，这不等于给他吃个定心丸吗？是不是？ 这个说法倒是也成立。那当然成立。那你答应了，我来帮你。信得过我吗？信得过我就得听我的。一会儿回酒店休息，哪儿都别乱跑。晚上我带领咱们一起调查去，抓两个现行。好，我听你的。 别问那么多，跟着我就行了。哦。哎，老板，有地狱守卫者吗？有。 30块钱一张，这么贵啊？嫌贵啊？嫌贵你就不要买呗，这玩意儿。到周边去看看，只有我这有卖的，还就这几张了，不买算了。哎，我买一张。嘿，做事情爽快一点。哎，大哥，咋了？地狱守卫者，100一张，我包圆了。嘿，大哥你别忽悠我，我还有十七八张呢，这玩意儿。没忽悠你，真的，快点，我包圆了。 行，不卖了，不卖了。哎，有生意都不错呀。不卖了，走。哎，来，进。
这碟从哪儿进的？你能告诉我吗？咋了？你想进货呀？我怎么跟你说呢？跟你说了，不就断了我自己的后路了吗？哎，那不一定啊。弄不好你说了，你还多一条财路。那要看你的财路有多大了。开个价喽。开个价，一万。你给我一万，我就告诉你从哪进的货。我给你两万。那当然好了。你拿一张纸，你给我写清楚了，你这货是从哪儿进的，多少钱进的，签上字，摁上你的手印，那钱就归你了。要那个干啥呀？那你甭管了。怎么着？考虑考虑吧。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啊！你不干，我找别人了。哎哎哎，我干我干。大哥，我给你提个要求啊。这事儿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说了我在这行是没办法混了。你放心，我替你保密。行，我给你写，行吧？啊 ，this coffee is really bad. Wow, doesn't look very good. I'll tell you what, here the Chinese tea is excellent, but I can't wait till I get home and try.The way my wife makes coffee. With this kind of delay going on, though, we certainly won't be going home this month either. Michael, very soon you will be able to have the coffee made by your wife. Really? Yeah. Look, I just got this mini statement. Wow, wonderful. This is very important. Mike, we should have a drink to celebrate this. Completely agree.We'll turn it into the cour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case will be handled soon. Waiter, waiter! Three glasses of red wine over here. Okay. 请问，你就是张长林吗？对，是本人。我们是市法院的调查员。你看一看，这份证词是你写的吗？是你本人写的吗？是本人写的，是本人写的。他完全是出于你自己个人的意愿，是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主要是想核实一下这份证词的真实性。两位法官，看这里谈话不太方便，咱们到里面好不好？里边有请。也就是说，你写的这份证词不是出于你自己本人的意愿，是他们逼迫你写的。不是他们逼我的，我这人有个毛病，见钱眼开。你这是涉嫌伪造假口供。我没想到这事儿会闹到法院那儿去。我问你，谁给你的钱？是那位吕律师吗？不是，是个男的。我们通过调查和询问，确认你们提供的这份证词不能生效。为什么 ？What did you say? We cannot use this statement. 你们的证人说，他写的这份证词是因为你们收买了他。我们没有啊。这儿，我再叫进来。好。等一下啊。
学霸，酒店你派人去了吗？去了。来吧，谭哥，真打呀？废话，真打！快快，快快快快快！哇，打这里有什么用啊？打脸才能看得出来！快快打打！那我真打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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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哥，谭哥怎么样？哇塞，刘哥还挺有劲儿。哇，好好出去了。还来啊！谁干的？我非扒了他的皮。那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呀？韩姐，怎么了这是？万婷，你这怎么了？听我一句劝，你这个案子不能再调查下去了。行吧。什么意思？你对付的不是一个人，后面的势力太大了。你这么做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已经被打成这样了，何况是你一个女人。别跟他们较真了，你是因为我才被打成这样的。他就是因为你被打成这样，这个店也是因为你被砸成这样。别说了，谁把你打成这样？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对不起啊，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别过意不去啊。你跟我说呀，谁把你打成这样？我现在就找他去。你嚷嚷什么呀？婉婷出事，我能袖手旁观吗？你为了他，你不要命了吗？你给我出去！出去！陈华，陈华，你别拉着我！我告诉你，何，韩杰今天要是有事儿，我跟你没完。陈华，别拉着他！别拉着我，没听见啊？陈华，过来。韩杰，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别说这个。我一大老爷们儿受点伤没事儿，但是你一定得听我一句劝，真的不能再纠缠下去了，知道吗？他们把我打成这样，是为了警告你。无论是我还是东凡，都不希望看到你有事儿。答应我，这事儿就算了，好不好？答应我。让我想想吧。什么呀你！我就知道你没说。
嘿，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我不回家，我上哪儿啊？上美国呀，美国多好呀！行嘞。哎，麻将。美国？上美国？臭死你！过来。干嘛？坐下你。不让我上美国了。老老实实跟我说，你这脸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没事儿，皮外伤。你骗谁呢你？我哥从小就打架，从小就挂彩，天天都是我照顾他。就你这点本事，骗何婉婷还行。说，快点儿。刘刚打的。他疯了吧他？我的男人他也打？我让人打的。那就是你疯了。我这是为了你，懂吗？为我什么呀，神经病！我给婉婷下了一套。下什么套？我没办法。你怎么那么坏啊你？啊？坏吗？坏。坏吗？坏。坏。咱们的事儿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想你可能误会了吧，我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来看一个老朋友，不应该吗？应该啊，但是你这不是也看见我了吗？我很好，你也很好，这不就行了吗？你对付的不是一个人，后面的势力太大了。你这么做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是因为我才被打成这样的。他就是因为你被打成这样，这个店也是因为你被砸成这样。真的不能再纠缠下去了，是吧？他们把我打成这样，是为了警告你。无论是我还是东凡，都不希望看到你有事。是为了何婉婷啊？什么事儿？别给我装傻啊你！快鼓起，鼓起！哎呦，什么事儿啊？别给我装傻！哎呦，你怎么还想那事儿呢？哎呀，你可真行！我怎么不是为了你啊？你好好想想，婉婷一天不走，你就心里一天不踏实。我早点把她给弄走了。不等于给你心里吃定心丸了。这可没事。笨蛋，再赶紧睡觉。关灯。哎，睡了。别睡来，坐。这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认识。哦，对，你们都是这个何婉婷的朋友，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白总，我来是想问您一下，下一步你有什么指示？这也是我正要问你的。我想呢，就是和解，他家不伤和解。两位先生，我认为解决问题要看高度，如果高度够的话，
大问题就会变成小问题。你们认为？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o a level to solve the problem at a. 所以我们盛世天公司建议呢，你方能够撤诉，我们双方采取庭外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误会还有问题。毕竟嘛，我们双方是合作伙伴，不是敌人，而且今后还有非常多合作的机会，中国的市场也非常大。So, I think we need to discuss this with their companies first before we give you a reply. Okay. 他说他要先跟公司汇报，然后才能答复你。我想我们双方的握手要比打拳更有意义。I think we would rather shake hands than fight, right? You can tell Mr. Wan that we think he's very humorous. 他说你非常幽默。谢谢。你别。Good. 再见。You stay here. Okay. 我送你。婉婷，你气色不太好，我想请你到郊外去休养休养。你刚刚打败我们，现在来表示友好是吗？哎，这些烦心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再说了。我找那个地方非常不错。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邀请吗？工作是工作嘛。这不都已经结束了吗？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打败你这个劲敌，还有你背后的大公司。After a discussion, we decided not to report yesterday's proceedings to headquarters. Thank you. But you will have to remember.To get the evidence we ne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we can shorten this trial. As long as the case is proceeding, we are doing our job, and our job is complete. Now, one thing you need to remember is we don't want to get money from them. What we want to do is give them a warning so they won't do it again. Okay, I see. Okay, let's go. So let me teach you.来了，姐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给你好好的补。这是什么呀？这是装什么蒜呀？说，你找谁了？关系挺硬啊，啊？不是你等等，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什么？行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从这个月起，公司给了我这张卡，让我自己分配。让我请化妆师、造型师、形象师。哎，我跟你说，公司要开始包装我了。哎呀，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哎，我早就跟你说过，坚持就一定会成功的嘛。嗯，好，对。哎，你说说，你找谁了？喂。啊，他，其实啊，这关系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家叮当。你也相信我的实力吗？什么叫我也相信？我当初不就是被你的歌声给俘获了我的芳心吗？哎，你信不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出来。一定，一定。哎，点赞，点赞。那点菜，服务员，服务员，媳妇儿过来，啊，漏了，怎么样？你抢银行了，哥们儿？白伟德给咱发的奖金。哎，正好正好，我那天看了一地段特好的房子。咱把它租下来吧，喜欢就租。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什么时候上来的？怎么没声啊？我说你这干什么呢？赚这么多钱？谁跟你说这是我的钱了？别动！我有这么多钱，我还在这卖苦力。
你干嘛来了？哦，我有个事儿要问你来着。那个，你找的什么关系啊？那他们公司都收到包装订单了，你还每天乐得屁颠儿屁颠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真的？啊，好事儿啊！你没说漏嘴吧你？啊，别说是我，说你自己，听见没有，笨蛋？你让我骗他呀？这不叫骗，这叫哄。女孩得哄，会不会啊？我帮的是我弟弟你，帮的不是叮当，你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是我，听见没有？不是，那我也得知道我找的是谁啊，对不对？你以为叮当跟那个是那么好哄？不是，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实诚啊？骗人都不会你啊？编呗！你就说是你们什么大队长什么，你随便乱编。不是，你一天到晚你干什么呢？那神神秘秘，神神秘秘的了。行，我也不问，走了。哎，那个跟丁导好好的，别吵架，听见没有？那走了。婉婷。哎，韩姐，怎么样了？没事，皮外伤你看都好了。找我有事儿，韩姐。你好，先生，请问需要喝点什么？谢谢。你说。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想好了，这个官司我还要继续打下去。第一呢，是公司也需要把这个案子做下去；第二，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么退缩，你的打不能白挨的。安婷，你听我解释啊。韩姐，你听我说，我这次呢，绝不再把你牵连进去，因为你还要在这生活呢。这官司你肯定打不赢，我敢保证。咱放弃好不好？太难了。难才有挑战性啊，这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你为什么永远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呢？你别忘，你是个女人呢，你跟你以前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那么缺。我觉着那个冰淇淋店非常适合你，我觉得人不需要搞这么累，回来开个那个店，我觉得挺好。我有我的专业，我不是商人，我做不了生意。她一个女人家家的，怎么就这么拧呢？还越战越勇呢，怎么办呢？她这是啊，爱她的事业，咱们也是无可厚非。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跟她分手了吧？我也是无奈啊。我不知道，个性太强了。一个女人，个性这么强，两个人都太累了。我说你小子说这话不太厚道吧？换你试试。你是不是担心他会影响咱们的计划？还真不是，我担心他的安全。他要再这么下去，白伟德肯定饶不了他，那孙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知道，在我心里面，一直也很关心他。当初对不住你啊，兄弟。什么对不住？你跟婉婷，不是我，你跟婉婷，我怎么说呢？别说了，不知道怎么说。算了，别提了，一块儿想个办法。反正是不能让他探这滩浑水，太危险了。
婉婷。哎，东凡是你啊？上车。干嘛？去哪儿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去就行了。打什么车呀？你坐我的车和坐泰克西不一样吗？好。穿着一身夜行衣，准备去哪儿啊？随便转转，我只是觉得穿这一身舒服一点。你是不是想去威武四方？你什么意思啊？婉婷，听我一句话，这儿的水太深，别跟着浇。你多虑了，我只是想转转街。你担心什么呀？担心？停车吧。请你停车。我知道这官司对你很重要，放心，我不会让你输。你好奇怪，好像我官司的输赢都是由你来决定的。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会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点时间。你是在侮辱我吗，王东凡？行，喂，白总，白总，来来来，坐坐坐。这又没女朋友，大晚上的都忙什么呢？太累，歇着。哦，这个呢是给你的奖金。那我谢了。谢呢要由衷，由衷懂吗？怎么，有心事啊？没有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这有的时候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像是在摸咱们的底，在什么地方？万家乐？什么怎么办？你们又不是纯情少女，还能不知道怎么办？行行行行行，你们自己掌握吧。白总，你要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哎，你这是怎么的？我有点头疼。谢了。新出的 QQ， 小姐看一下。找什么片子啊？有没有游戏碟啊？您随便看，我们这里啥碟都有。游戏碟有吗？有，《地狱守护者》最新版的。真的？真的。您要吗？要啊要啊。要不我带你去看看？你在哪儿啊？远吗？不远，就在后头，几分钟路程。那我带你去，好吧？好啊。来，这边。
来，郑科长。还有多远啊？哦，不远了，就前面，马上就到。哦。我不去了。还走得了吗？干什么你们？你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了吧？啊！我做什么亏心事了？让开！放手！那个没关系的，还是到医院打一针破伤风吧。不用那，哎，哪有那么娇气？这还不娇气？啊，这上学的时候去军训，说摔了一跤，足足哭了3小时。哪有啊？咱法律系就那么几个女生，都被你们男生惯坏了。我也想惯着你来着，可是没惯上。东凡，你刚才一直在跟着我是吗？没有。真的没有？你呀，太让人放心不下了。你说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怎么办？